丁香叶能杀死幽门螺旋杆菌吗？如恩医生特邀专家黄甫，陕西省中医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按照我们这个诊疗常规呢，丁香叶呢没有办法对幽门螺杆菌进行杀灭。一般呢，感染幽门螺杆菌了以后呢，我们还是建议患者朋友呢进行规范的四联或者三联的杀幽门螺杆菌的治疗。丁香呢是一味常用的一个中药，那么这个中药的作用呢是疏肝理气和中降逆，它呢对这种肝胃气滞引起来的胃胀啊、胃痞、消化不良、打嗝、额逆等等症状呢有一定的疗效，但是杀灭幽门螺杆菌呢它可能疗效比较有限。因为这个丁香呢含有呢相对比较多的这种挥发油啊，那么如果说脾胃虚寒的病人呢，一般呢不太推荐使用，或者呢建议患者朋友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如果脾虚的病人或者是体虚的病人呢，使用了过多或者过量的丁香之后呢，容易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